非常非常的开心，也非常感谢今天可以来到陆国男士心爱的现场。他被誉为最美啊，而且我觉得我个人呢、特别喜欢他的那种温柔的气质，所以接下来的这一首歌，我可能以前都认为不大有机会再在现场唱到了，但我觉得他非常适合今天的晚上。这是我翻唱曾经翻唱过的一首歌，叫《Brightness in the Moon》，谢谢。
谢谢。我觉得今天晚上最最最特别的是什么？我有一次在现场，然后终于有这样的一个氛围，是我跟大家的距离可能就是几步之遥，甚至就一步之遥，并且我今天站着，然后大家都可以我站着，所以这么有 party 的氛围，你们要不要动一下？你们要不要动一下 ？That's a party. OK， 接下来这首歌《心电感应》，哎呦哎呦。